我们今天由精子的生合成、精子的形成纤维粒子当作范例、当作例子来说明哦。因为精子的生成完全符合标准，它是个快速生长的、快速产生的一个细胞的过程。它一个精原细胞可以形成四个精子，大量生产、快速生长，它的过程完全按部就班。首先讲到精子生成，就要提到睾丸，里面有很多的细精管。细精管呢，有很多的细胞在里面，所以我把细精管横切，就形成一个圆形结构，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胞。非常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好多层哦。好，通常细胞越里面越小，最中间呢，甚至会出现，哎呀，出现鞭毛了，是精子哦，对不对？好，大家来了，第一层细胞我写圈圈一，第一层细胞叫精原细胞，它的染色体状态跟一般的体细胞一样，所以呢，我这样画，它跟一般染色体一样嘛，所以就画成成对的染色体。那怎么表达它的染色体状态呢？我写成2N等于46，对不对？我们是 2N， 染色体共有46条。刮弧里面写的是 DNA 的含量或者染色体质量，我故意写成 46A， 为什么不是写 2A 啊？我故意的，我也可以写成 2A， 但是我想要用 46A， 代表你有几个染色分体，你就写成多少 A， 所以你现在有46条染色体，等于你有46条染色分体，所以我写成 46A。 好，这叫做精原细胞，它位于最外层。接下来呢，它要进行 S 期的染色体复制，复制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复制完 OK， 这时候呢，染色体状态还是 2N 等于46，因为套数跟染色体数目不变啊，中心结没有变多，可是质量变成 92A 了，所以我后面有写到92条染色分体，我写成 92A。 好，这时候这个细胞叫初级精母细胞，它位于第二层。好，所以圈圈二第二层。好，这个初级精母细胞呢，复制完了，紧接着进入第一次减速分裂，所以这个头原染色体也要分家，所以分裂完应该变这个样子。这时候它的套数直接减一半，写成 EN 等于23，但它的质量呢，从 92A 减半变成 46A。EN 等于23之类。好，这时候叫做四级精母细胞，编号第三，第三在第三层更里面了。好，接下来次级精母细胞要进行第二次减速分裂，让姐妹染色分体分开，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好，这时候写成 EN 等于23都不变，但是后面的染色体质量从 46A 减成 23A。 好，这时候就变成精子，精子圆滚滚的还没有好，所以精子是第四层，这边再写最里面啊，第四层在这里。接下来精子呢，要从圆滚滚的细胞开始成熟成没有什么细胞质出现鞭毛的精子，精子是第五层，所以在里面最里面。好，所以各位看到整个细精管的设计，外面是精原细胞，经过 DNA 复制变成初级精母，经过第一次减速变成次级精母，变成进行第二次减速变成精细胞，成熟的精子由外到内不断的往内生产，最后变成精子的时候，似乎在细精管的正中央，正中央就被往前推推推。这些管子里面的精子就往前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副睾去储存，所以整个睾丸的细精管跟副睾的设计就是一个高效能的生产线，外围复制到里面刚好可以出货，出货到仓库去储存，等着要外销到各地去。所以睾丸外销嘛，就是外销到哪呢？哦，这就哎呀，我在女校教授不要再讲，在男校就可以讲好多有的没的。好，算了，就是。高效率的生产线，由外一直往内分裂。好，以上是精子生成的过程，好复杂哦，对不对？大家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我要呈现一种你们回家可以练习的一个复习方式，手指操。好啦，我们来试试看。一开始的染色体是成对的，像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叫精原细胞，位于那个细精管最外面。精原细胞经过 S 期的染色体复制，初级精母细胞进行第一次减速分裂，头原染色体分离，次级精母细胞经过第二次减速分裂，让姐妹染色分离，分离精细胞，精细胞成熟成精子。好，我现在很快带过一遍。精原细胞 DNA 复制成初级精母，初级精母经过第一次减速分裂，次级精母，次级精母经过第二次减速分裂，精细胞成熟成精子。光线就好玩吗？还没啊，要增加它的难度。我要把染色体的状态也放进去，预备开始。2N 等于46，刮弧 46A， 这是精原细胞，经过 DNA 复制变成 2N 等于46，刮弧 92A， 变重了，经过第一次减速分裂，同源染色体分离， 2N 变 EN，EN 等于23，刮弧 46A。
好，经过第二次九次分裂，姐妹两人分离，制作变成 E N 还是等于23，但是刮弧变成23 A， 成熟成精子变成 E N 还是23，刮弧23 A， 因为从精细胞成熟成精子的过程，染色体没有变，是细胞时浓缩长出编码。好啦，所以大家精原细胞、初级精母、次级精母、精细胞、精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你的染色体的状态、套数、条数、DNA 质量跟什么时候同源染色体分离变成 EN， 回家可以练习，千万不要在断考的时候为了写考题在那边比哦。那个监考老师会，同学在干什么？公然作弊，还能比比比比比，哇塞，对不对？你要比在心中比，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比，可是考试的时候不要拿出来比哦，这样别的同学就在等你比到正确的，指出这个手指数，他就知道答案了。你是比给自己看还是比给同学看，就不知道了。好，以上是精子生成过程，就这样，它是个非常标准的程序，所以先讲精子。好，精子讲完了，我们要讲卵了。卵的生成过程跟刚刚精子生成过程一模一样，几乎啦。刚刚的那个精原细胞、初级精母、次级精母、精细胞、精子，你把精这个字改成卵就好了。好，我们就来试试看咯。一开始呢，这个卵原细胞跟一般体细胞一样，它写成 2N 等于 46， 刮弧是 46A， 46条染色本体，这时候叫做卵原细胞，它会经过 S 期的 DNA 复制，哦，复制成二分体咯。这时候呢，套数还是 2N， 还是46条染色体，但是质量变成 92A， 这时候叫做初级卵母细胞。接下来经过第一次子嗣分裂，同源染色体分离，哦，变成 EN 了，这时候写成 EN 等于23，但刮弧是 942A，92A 减半变成 46A。 好，这时候叫做次级卵母细胞。次级卵母细胞紧接着要进行第二次解脱分裂，让同源染色体让姐妹染色体分离变这样，这时候写成 EN 等于23，刮弧 23A 了，从 46A 减半。好，这时候结束就变成卵。那按照道理来讲，它的过程跟刚刚的精子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有少数地方不同，让我们厘清出来。首先，当时你的初级卵母细胞第一次解脱分裂的时候会不对等分裂，不对等分裂形成一个大一个小，这个大的呢再完成第二次解脱分裂，再形成一个大一个小，而这个小的呢也完成第二次解脱分裂，也变成两个小。好，这个大的叫做卵，另外这三个小的一二三叫做集体，集体，集体不会受精，它会被分解掉就死掉了。那干嘛这么做？这三个集体故意在分裂时把细胞质跟胞器全部塞给卵，说我把养分跟胞器全部给了你，你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去死你留下来跟精子会面，这样你才有机会变成子弹。所以卵是人体最大的细胞，人类的卵一颗卵一个 mm， 肉眼看得到一个 mm， 人类的卵是人体最大的细胞，人类的精子是人体最小的细胞，你看细胞只能浓缩只剩细胞核跟编码，所以人类最大最小的细胞结合形成现在的我们，就是受精。好，这是第一个差别，一个精原细胞最后可以形成四个精子，哇好多，但是一个卵原细胞最后只会形成一个卵，因为另外三个叫集体它就死了，分解掉吸收掉了，所以产生的产量不同，精子产量大，卵产量好少，一个卵原细胞最后只会形成一个卵，这第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也是重点，我让我换个颜色，恶心粉红在这里。当我们的初级卵母细胞完成第一次解脱分裂变成次级卵母细胞的时候，怎么了？次级卵母细胞的时候它会停住哦，减速分裂在卵这边不会完成，它会完成第一次 OK， 但是最后第一次结束之后变成次级卵母细胞，它会停住，就不再完成第二次解脱分裂了，直到受精。受精是个很重要的刺激，一受精它才会开始继续完成第二次解脱分裂。好奇怪哦，那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我把这个画面画在旁边，假设这是卵细，这是次级卵母细胞，它的卵核在这里。好，现在精子钻进来了，精核进来了，精核冲进来才发现啊，卵你的第二次解脱分裂还没完成哦，好我等你，因为精核必须表达出绅士风范，好没关系你慢慢来我等你，它在细胞室等等卵的核完成分裂。好，这时候卵的核才开始完成第二次减速分裂，然后第二次解脱分裂末期会行那个细胞质分裂，咔嚓切一半，你看一个大一个小，这个小的就离开，就是集体就分解掉死掉了，而剩下的这个核就跟精核结合变成 2N 的核，而这个细胞就变成受精卵。
这个器官就脱落了，变成集体。所以好有趣哦，先受精才完成第二次组织分裂，分裂好才核融合变成那个受精卵。所以受精先发生，再减速分裂变卵细胞，才发生核融合变成受精卵，是这样的过程的。好，那这个过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用这个荧光黄表达，一开始的卵核本来就一个，分裂成两个，一个叫小 A 好了，一个叫小 B 好了。小 A 跟小 B 的核是一样的啊？为什么？请回来看这边的图，这边好了。一开始呢，这边是小 A， 这边是小 B， 因为这个是刺激端母细胞哦。我们现在指的是刺激端母细胞在这里哦，刺激端母细胞是什么？它是长这样子的。好，那我分裂后呢，会变成两个细胞核。都留下一个染色分体，对不对？这个叫小 A， 这叫小 B， 而小 A 跟小 B 互相为姐妹染色分体，所以小 A 是等于小 B 的。换句话说，这两个核，小 A 跟小 B 的核，谁跟精核结合，结局是一样的。因为小 A 等于小 B， 小 A B 等于小 A。好，虽然我们还是可以戏剧化的描述这个过程。你要知道，当那个精核等了很久之后，终于可以跟卵核结合，精核是很开心的。我终于可以跟一个卵核结合了，然后形成子弹。因为精子来这边是经过竞争来的，我打败这么多的对手，我终于跟卵会面了，它是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可是卵的核的心情不是，卵的核的心情是什么呢？我刚跟我的姐妹分离，我留下来，我的姐妹去死了。为什么是我留下来，不是我的姐妹？虽然我们两个是一样的，谁留下来结局是一样，可是我幸运留下来，我的姐妹得去死。所以他抱持的是一种，我的姐妹因为我要活下来，她去死掉了，来跟做精核结合，心情稍微不同。好，我现在会不会太想太多，戏剧化，对不对？好，那我最后补充一点，为什么这个阶段必须两个卵核必须一样，很重要，因为谁留下来跟精核结合没差，对不对？如果演化上小 A 跟小 B 不一样，他们之间会出现竞争，他们会抢，他们把对方杀死，让自己跟精核结合。所以演化上故意让小 A 小 B 一样，他们就不需要演化上竞争。如果小 A 小 A 不同，你就会碰到宫廷律上，他们会分泌一些毒素把另外一个核毒死，我才可以跟精核结合，因为我留下去我的精才能往下传，会出现竞争。所以我们故意在这个阶段没有竞争状态。好，最后我再讲完了，先关掉好了。